是啥呀？洋人大将最时兴的唱片。三鞠躬，谢主恩人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谢介绍人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请证婚人用印，请主婚人用印。请介绍人用意，李成。你找谁呀、啊、张大哥，让我下午5点半准到。哦哦，您是李先生吧、啊、是是。哦，知道知道、啊、你快请进、啊、你张大哥这就回来。谢谢大哥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呦张大哥，哎，您可真是月下老转世啊。不敢当。我呀总觉得着啊，人呐只要娶个好媳妇儿，他就不闹腾。要是家家婚姻都如意，天下不就太平了？这就叫以婚治国。可真有您的啊，张大哥啊，您可真够得上当宰相的材料啊。哎呦，这可不比当宰相省心呐。对对对，对影留相。各位请站好站好站好。戴这个到底有学问吗？哟，这全是白点，不照瞎了吗？哎，各位费心，您换上这眼镜框。换眼镜框干嘛？哎，怕反光啊。您换上。自备。把眼镜框上。别动，照。张大哥，您接着说呀。比方说吧，麻子小姐。啊，是吧？你就得给他找一个近视眼丈夫，啊，近视眼丈夫，他就糊脸麻子。哦，对对对，那麻子小姐呢，也不会催近视眼丈夫去配眼镜，这就扯平了。听张大哥的没错。哎呀，哎呦，差点误了大事。回见回见。哟，你又给谁说媒的呀？哪是说媒呀、啊，我这是给同事说和一起离婚的事儿。回见啊，离婚。我呀就是一天到晚的瞎忙。说吧老李。说什么？你自己的事儿啊，整天家皱着眉那些事儿。没事儿。不过呀就是心里头觉得难过苦闷。我也用句新词儿，大概在这种社会里，是个有点思想的就不能不苦闷。除了不用管我，不过呀话也得两说着，社会黑暗，所以大家才苦闷，也许呢大家苦闷社会才黑暗。张大哥，哎，哎，你张大哥，二妹妹怎么了？你二兄弟叫寻姐给拿去了。啊！别哭别哭别哭，慢慢说。那个苦水井姓胡的，他脑白红，叫他给治，给治死了。哎呦，这怎么说的？这是寻姐怕是要枪毙他呢。您是媒人，我可就仗着您了。二妹妹别着急，
不管什么病，他永远下二两石膏。这回呀，他一高兴下了半斤石膏，多少更是下大发了。我常劝他少下石膏，多用点金银花。就是，可是石膏价钱便宜啊。拖着谁了？警察局那个什么王八羔呀。王八羔？哦，王伯高。我给他做过媒。哦，对了，在家里我们常叫的王八羔。啊，这样二妹妹，就这样吧，啊，别着急啊。二妹妹，明天我就去找王宝高。哎，啊，有了他呀，什么都好办。哎，啊，咱既能托人情考上医生，咱就能托人把他放出来。哎，啊，哎呀，太谢谢您了。哎，你看那小媳妇儿，没出嫁的时候连句整话都说不上来啊，你看看现在小梆子似的，真是啊，结婚能瞧瞧人。哎，打开。哎，哦，哎呦，哎，吃，您也来。哎，吃肉，吃肉啊。说呀，老李，说什么？你的苦闷。我的苦闷不是由婚姻不得已而来，而是这个婚姻制度根本要不得。共产党？这不是共产，我并不想尝尝恋爱的滋味，我只是想追求一点点诗意。我要哪怕是看看呢，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，朴素安静独立，能不言不语地明白我。你心中那个妇女？我不是说实有其人，而是一点点诗意。不管什么吧，据我看呢，诗意也是妇女啊。妇女呢，那就是妇女。我来。啊，你总不能八抬大轿到女家抬个诗意吧？老李呀，干脆一句话，你这么胡思乱想那是很危险的啊，有问题不解决啊，半夜三更闹什么诗意玩？你得轻点。什么话呀，壮起气来解决问题，事事顺着心，准保你再不闹什么玄虚。你不是劝我离婚？当然不是了，宁拆七座庙不破一门婚。哎，是吧？那可是。那么你说怎么办？回乡下去把弟妹接来。哎，把他一接来便万事亨通。哎呀，总比你这万事不通强得多。他要有不懂的地方啊，你教导他。你要不爱搭理他呀，就逗孩子玩去啊。嘿，就是。我告诉你，孩子就是活神仙。哎，总比你那点诗意呀，神妙得多。听大哥的，下乡走一趟，其余的全交给我了啊。太极拳讲究的就是个四两拨千斤呢。啊，当初在军队上有个团副，凭着他年轻，愣是跟我较劲。我就运足了丹田之气，给他来了个纸张锤。哎，对，秘密秘密啊，最新消息啊，老李下乡接人去了。是吗？是吗？请了五天假。五天啊。哎，他平时可是连迟到早退都没有的呀。可就是。哎，等着瞧一眼吧。小赵，啊，这回不约我们同去啊，留神你的皮，不包了你的。哎，你饶人老李吧，何苦呢？三张桌子，六把椅子，
就是旧的。这都是正装货，衣橱的漆皮儿不大好看，可还真是榆木擦漆的。老李啊，回头啊到我那儿取几张画补补墙啊，补一补好啊。这怎能住多久啊，总不能白给人家糊吧。是是，再说了，糊墙啊就得糊顶棚，总不能四白落地中间顶个大黑膏药吧。爷，那这只鸟叫什么名字呀？哦，那叫豹子头。那这只呢？它是虎啊。那那只呢？叫毛头星。那这一只呢？哦，还有青面兽啊。我喂你啊，我喂你啊。哎，你要那么小心。慢点慢点慢点。哎呦，哎，你去你去。走吧，来来来，起来起来。就在这好好玩，你们俩啊。啊，这位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，没办折，在我这帮帮忙啊。丁二爷啊，你呀、提上你这破脚笼子回去吧，别添乱、那我就回去了。走啊。啊，爷爷爷爷，别走了、别走了，在我们这儿吃饭吧。妈回去早窝窝早窝窝早窝窝。好孩子，改天吧啊。还不如孩子，也不知道沏碗茶。我还真忘了呢，这茶叶呢？哟，还忘了呢，没开水。娘，玲儿，屋来。别这么大声好不好？我上街坊屋借壶开水去。哎呀，这不比乡下，不能随便用别人的东西。爸给你们买去。妈，爸，快走吧，走吧，快点啊，快点走吧，走，快点去吧。买什么？我知道你们北平有什么呀。我要包子，我要年糕。自己拿着啊。吃包子吧，爷，咱们晒晒，我一口能吃个包子。他大爷，你们那没水吧？我这儿有壶开水，给您。王奶奶，壶先搁这儿，明儿再给我、哎。还出去吗？我要关街门了，早睡惯了。明儿挑水的来了，让他先给你们倒一挑，六个子一挑，零倒，包月也好。点水，哎，好，明儿见。哎，走好啊。给我。给孩子们多穿上点儿，有厚棉袄吗？给。这茅房留点神，砖头瓦块的别绊倒了，拿个链儿，明儿见啊。老李回来了啊，家里都好吧？都好都好、坐，哎，坐坐。哎呦，老李回来了，家里都好吗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
张顺，哎，去送车去。好嘞。正不正？正了。我下来了。哎呦，您可慢着点儿。哎，看把干妈累的，这就是坐会儿多了。玲，光知道吃，还没给干妈磕头呢。来，师长。哟，他不会，玲会。哎呦，我可不要小子，小子淘气。看我干女儿多老实啊！爷儿，你等着，赶明儿啊，我给你说个小媳妇儿，用轿子娶呀，还是用汽车呀？火车娶。玩去吧，赶紧去玩去。大嫂，还没使儿媳妇呢、哎，我可是给孩子们买的。你张大哥呀，一天到晚就爱给别人说没拉纤的，可就不管自己的儿子。你别说，这读书识字的小人们也确实难管。这年头，我就不信，一个当爸爸的管不了自己的儿子，我就不信。原先呐，太不四街骑着大姑娘，模样是模样，活计是活计，又识文断字，又不风雅。我跟他一说，呵，他的话可多了，又是人家是做买卖的啦，又是姑娘脸上雀斑多了，哎呦哎呦，呵，您说哪个姑娘脸上没雀斑呢？擦厚了点粉不就全盖上了吗？我娶儿媳妇要的是人，谁管她雀斑呢？那外国洋妞脸上也不能一顺的白呀，我提一回他驳一回，后来人嫁了一个团长，成天呜呜的坐着汽车，有雀斑感情坐汽车也一样的坐呀。后来呀，又提了个姓王的姑娘，疯得厉害，听说一天到晚盯在东安市场，下一天不穿袜子，光着脚印穿皮鞋。我一听，王飞花不要。可你大哥的话又多了，说人家有钱有势，定下这门子亲呢，天真哦，就是你大侄子，毕业后就不愁没事情做。可天真一听就摇头了，他说什么呀？敞开的糊涂话，说要订婚也不必父亲分心，自由婚。自由，就是自由啊，什么都自由，就是当妈妈的不自由，一天到晚，一年到头，老做饭，老洗衣裳，老擦桌椅板凳。大妹妹，这再去个礼，养孩子不易啊，尤其是男孩子，坏透了。哦，不是说你呢，吃去吧。哦，吃去吧啊，大妹妹，你提防着点老李。男子啊，从十六到六十六岁，不知道哪时候就出毛病。看着他，我说看着他，你别多心。大妹妹，你是乡下人，还不知道这大城里的坏处多了，无穷无尽，男女都是狐狸精，男的勾女的，女的招男的，三言两语得勾搭上了。你这个小子，每天人来了以后你再捅卤子，整个一个昏天黑地。老李，苏先生，嫂子好。好。老张，张先生，哎，我说张顺这种小王八蛋，你们素科哎可以不管的呀。是，张顺，哎，张爷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赶紧给文渊阁打个电话，要60只妻子三羊啊，还有要10行纸100刀啊，快去吧。哎啊，什么意思？哎，孙先生，孙先生，您多包涵，您多包涵啊。干我们事务这行的呀，实在是太烦人了。这底下人呢挣得少，说深了不是，说浅了不是啊。哎，干我们事务这一行啊，整个一个猪八戒照镜子，明白明白，里外不是人呢。怎么说？猪八戒照，张爷爷，哎，
文渊阁经理就要跟您回话，东西这就送来。嗯嗯，发票给发票。嗯，明白了。老张，哎哎，老张，哎，怎么还有回扣啊？等凑个整数，咱们大伙吃一顿。哦，晚上啊，啊，再看小翠花的挑帘猜衣。哎，京戏我是看不懂啊。啊，我大伙说，咱们怎么办啊？哎，老孙，来，你出个主意。我是老张，啊，哎，咱们来。哈哈，张大哥，哎哎，大哥，哎。我今天跟你说点真话，哎哎哎，我老吴是军人，嗯嗯，没别的好处，就是正直，过山炮一样的正直。干嘛四十多了，到现在没个儿子？哎，嗯，我得改变战线，另打主意了，先生。哎呀，我呀，我是真想给老兄帮这个忙啊，嗯，可嫂夫人那儿，我实在无法交代呀。哎呀，啊，大哥，哎，这个忙我说小赵，怎么没来啊？秘密，哎，嗯，去天津跟所长太太办事去了。哎，我可是听说小赵和所长太太有点那个啊，这小人小鬼大，真能钻。哎，哎，我告诉你，哎，别吓着，哎，怎么的？老太太，您添火呢？哎呦，可别这么称呼我，还小呢，才65。哦，屋里坐着。不了，贵姓啊？张。哦，那天来租房的那位。可不是，啊，他和这李先生啊是同事，好朋友。您多照应着点，这还用嘱咐？近邻比亲嘛。您跟前有？别提了，儿子啊已经娶。说着都羞得慌，对外人我也不说，让人笑话。咱们还是外人嘛，娶了这么一个又体面又明白的小媳妇儿啊，你看她又在外边3-4个月没回来喽。爸，哎哎，爸，你怎么干嘛？过两天你送你所来，我呢就认妈做干妈得了。你给妈点钱，给我买2匹马，我原来的怎么也吃不起来了，欺负这大婶还替我吃了半天也没吃起来。大婶长得可好看了，那手又软又细，比妈的手细，妈的手给我挠痒痒最好，硬是刺儿。哎，别瞎说，妈听见不揍。改明儿，爸带你们逛东安市场去。走吧。现在谁还穿这种裙子？天桥1块钱2条都没人要。天桥？要不我还穿那件花的，就是有点肥。随便。爸，咱们不去了，去吧。去吧，我要去。这灰的挺雅致的啊，这蓝的正时兴啊，不错。怎么样啊？您瞧，这颜色多地道。您看这绒头，你看看这鞋，多长啊！啊，还是你自己挑吧。地道的开死你啊！先生，您请吸烟。哎，好。嗯，我拿不准主意，你把那全都拿着，我挑的成吗？好说好说。大婶，你瞧，爸给买的风车，还有新皮鞋。大婶，你看，爸给您买的新帽子。哎，真好。老李啊，你认什么爸爸？请吃饭，请吃饭。哎，到哪里啊？同和居啊。不过，我们可得看菜。好家伙，趁我不在偷偷的把家眷接来了啊，之后也不到赵老爷这儿报个案，你想想吧。就是啊。吴先生，就同和居吧。行啊，我倡议的。哎，谁还没吃过同和居呀？不经我的批准呢，连大碗居谁也甭打算吃上。哎，要我讲还是到建村远吧。这么着吧，老李啊，嗯，
请华泰饭店馆，明晚6点，吃完饭，我们一块儿去给嫂夫人请安。哎，这规矩不？有面子不？啊？应该的，不敢当。张顺，哎，给华泰打电话定座，提我，不给咱们房间，不揍死贼兔子们。好嘞。哎，诸位，明儿见啊。你们看，我这刚从天津回来，所长太太就传我。哎，这么着啊，明晚6点，不另下帖子了啊。张顺，叫车。好嘞。咯嘣嘣，咯嘣嘣。大妞问：“姥姥，您吃的什么呀？”老狼说：“我吃的萝卜呀。”“吃萝卜干嘛呀？”“治咳嗽呗。”“给我一个吃吧。”妈，你说呀，我到西山去磨牙，回来跟你们姐妹俩。啊啊！妈，你快点，妈，别吵了。整天跟孩子们说这些没用的，快好好躺着啊，别闹了啊。我念点书听不听？哎，没有月光的晚上，这路上阴森森的，有些怕人。今晚却很好，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，路上只我一个人，背着手踱着。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，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，到了另一个世界里。我爱热闹，也爱冷静，爱群居，也爱独处。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，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，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。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，一定要说的话，都可以不理，这是独处的妙处。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塘月色好了。水开半天了，您的裤子还没补呢。我到四牌楼洗澡去。带点蓝线来，记得啊。儿子，吃了。呵，妈，您还等门呢？我不等门，你跳墙进来呀、啊。好了，妈，赶明儿您不用再等门了。你不饿呀？老穿着洋衣裳，多帮我。不饿，也不冷。这里边有绒锦了，妈，您来看看这绒有多厚。可不，真厚。26块呢，账还没还，地道的英国货。妈。这是秀珍新照的，我给她取回来了。秀珍怎么没回来呀？啊，明天他们班要去万生园远足，不回来了。哦、瞧这小胖影儿，还真讨人喜欢。你别说，这新打扮要是长得俊，也好看。还行，就是傻点儿。你怎么这么说你妹妹呀？妈，老头这两天手头怎么样？不是，得做身礼服，我自己不要钱。我有个同学下礼拜结婚，请我做伴郎，得穿礼服。得20-30块吧。别叫100亲家，这还是长礼服。这，你说，和爸爸说去吧。据我想啊，为别人的事儿。不便，
他不能只穿一回，不是？你自己说去吧。您和爸爸有交情，您给说说。臭小子，我不和他有交情，我和谁有？青心子，快吃。他妈小赵这王八蛋，官不大，派头不小，害得咱们等这么久。哎，诸位，皇后驾到！哎，英英，别跑，摔着啊！英英，爸爸，哎，慢着慢着，爸爸，参见李太太。李太太，张罗张罗烟卷吧。啊，给我我哎哎哎，慢点，快点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小嘴子！李太太，给诸位敬烟啊！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不不，爸爸抽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哈哈，请各位入席吧。啊，诸位诸位，请入席，请入席。啊，请请请，邱先生，请请请。来，李太太，李太太坐这儿。来来来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来坐。哎呀，李太太怎么坐地下了？您看这笑话说的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真对不起。您点菜吧。这个可以、啊、来来来，我来。李太太请喝酒。不要、哎、哎，李太太得喝，一定得喝。哎，李太太，我不会喝酒。这是给您接风洗尘，我真的不会喝酒。我真的、哎、来吧，我不会喝。小声点啊，来啊，坐下坐下。什么？坐下。太太您用哪种？就放在这儿吧。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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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吃着洋鬼子的饭呢、啊、你不必干规矩啊，你可以这么上吗？啊，吃舒服了才多给小费。先生请。这个。哎哎，先生请。先生请。太监，太太您还用吗？我还要呢。哎，玲儿快起来，玲儿，玲儿不哭不哭啊，妈给你打的，妈打的，谁让你摔我们脸，谁让你摔我们脸，妈打的，谁给你摔。小赵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太太就是这样，她能把我怎么样？我怕出丑花钱，我还是出了丑。穿那件棉袍怎么就不能上端市场？为什么你就见不得小赵？我是个乏货，一辈子吃屎，撒酒托呢，吃社会的屎，臭社会，臭家庭，臭衙门。经理，有人吗？我说有人没有？有人吗？哎呦，所长您来了，快快快，找人去，快点快点。
所长，二科的李科员在。快点，快点。李先生为什么来得这么早啊？李科元先生每天都来得这么早。哦，是。老李这回可了解了，李所长，有什么事儿？您请方便。请。好吧，李先生。告诉秘书长，我到天津去，有要事你给我打电话，他知道我的地址。哎，好。老李，李先生，李先生，这下你可都知道。哎，所长没应聘你什么差事，办件公事没什么了不起的。这么顺，走，李先生。昨天大嫂子回去没骂我吧？哪能呢，他开了眼，乐得直闭不上嘴。哎，李先生，今天我还席，请大嫂子一定到。嗯，我再请几位太太，谁瞎说谁是狗。再见啊。咱们坐的有几人了？我不去，昨晚上还没把人丢够，再找不上点怎么着？正因为这个，你就更得去。我就不信那些坏招能把谁的鼻子擦了去。自然不是你的鼻子，我叫你去就得去，还有太太们呢。不去，偏不去。好吧，我五点回来，都准备好了。爸爸。嗯，给我。哎，爸回来了。马大妹妹寄给我的。马大妹妹，西屋马婶儿。你要是不，我还穿那件棉袍去。马婶儿给我收拾了半天。啊，这位是吴先生，吴太太。吴伯伯，吴伯母。好孩子。啊，这位是邱先生，邱太太。邱伯伯，邱伯母。李太太好福气啊，一家四口哆来咪发发，一准儿是要发的。啊，请来，叫人啊。赵叔叔，孙伯伯，瞧你说的，叫，还以为我瘦了。叫，吴先生，叫啊，你好，赵叔叔，孙伯伯。哎，玲儿，干妈。哎，干妈是玲儿的。听见，玲儿，把事怎么说来着？张伯伯，张伯母。亲家，孩子真争气，两天就出息了，哪儿啊还差得远着呢。来，马婶还叫我闭着嘴嚼，我也会，马婶说我嚼得好。孩子真懂。马婶是谁啊？谁是马婶？他串门去了，您不坐一会儿？这给我玩。英，这可不是拿着玩的，得挂起来。咱们挂哪儿呢？挂起来啊，赶明儿这个白菜还会开小黄花呢。挂哪儿呢？让大领着。啊，我还有事儿呢。啊，对了，您娘家贵姓啊？姓黄。您怎么不回娘家？
永远不回去了。他们不许我回去。怎么？他们不要我了。这可太……英，咱们玩去。我也去。这是我表妹，喜好的是武艺，仰慕的呢是十三妹。好，是个好坯子。所以啊，咱老兄点拨点拨，不就更是样了吗？嗯，要紧的是快，越快越好。嗯，来来来，师傅，你好。不，我吴太极从来不收女徒弟。别介，我们还是兄妹相称。那。那我叫哥哥。好说，妹妹。回来了，上吴太太家去了。方尊。哎，吴太太感情不大，省心呢。吴先生感情不大，老实呢。怎么？他呀，还净闹着要娶姨太太呢。吴太太人和气又能干，他干嘛还要闹着娶姨太太呀？哎，这儿呢。哎，你以后啊可少跟吴先生一块打练练啊。我和他有什么关系？我只不过那么说说。吴太太还有邱太太，他们都说啊，男人们都不可靠。我也不可靠。没你的事儿，我们姐妹只不过是那么说说，你就值得去疑心呐。邱太太多聪明的人啊，又上过大学，什么不知道啊、哎、可邱先生他，你说，哎哎，就该吃饭了。嗯，英啊，这是哪儿来的？邱妈婶送来的。吴太太跟着他进来的。那就是来大野牛。爷，走，找马婶玩去。英，玲，回来，少上人家屋子里去，自己没屋子吗？听见没有啊？小不要脸的，撞什么丧了？别叫我说不好听的，胡卷你们。嗯。来来来，杨爷，哎，咱俩喝一盅。哎，哎，我说什么？哎，找一个。李先生，您那俩孩子真好。嗯、我也有个儿子啊，可他妈呀，哎，这女人不可靠，最不可靠。李先生，你不恼我？我这个没出息的丁二，白吃饭的丁二，这么说吧，当初我也娶过亲，他一下轿。就嫌我，很嫌我，我给他个下马威，可他连吃子孙伯伯的碗都摔了。那我和闹了一场，他看着别的男人都好，只有我不好。三年的功夫，我是在十八层地狱。小伙计，哎，来四十猪肉韭黄饺子，半斤驴肉。哎，天上龙肉是地下驴肉，四十个猪肉韭黄饺子。哎，半斤驴肉。我只有一天到晚，端着这个。室友啊，丢了，谁要我这个醉鬼呀、啊？急着把我人和钱都耗尽了，我连件遮身的大衫啊都没了。他跑了，带着我的儿子。您说我还怎么活呢？这多亏张大哥把我从小店掏出来，我就穿了条半截裤。
完了，完了。妇女要是毁人，毁到家，毁到家。小子就酒，越喝越有。掌柜的。醒醒，醒醒！大爹，你这是干嘛呢？我刚才头疼，没听见。上火呢？快，快起来，好好睡啊！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。我来了，哟，是您呐，他马婶还没起来呢。早起来了，忙活活计呢。哦，英啊，去上西屋看看大婶去啊。不是不让我去了吗？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呢吗？去吧。哎，我也去。都去吧。英啊，忙家来吧，别紧着给大婶添乱。大年底下的，让我再忙一会儿，我也忙一会儿。家来吧啊！我不忙，在这儿玩吧。吃过饭了，大妹妹。吃过了，你也吃了吧？啊，你们都好好的，不许跟大婶晒脸，听见没有？儿啊，为娘给你讲了半日，你还是奉养为娘的好啊。怎么着，讲了半日，你都跟我说一辈子，我也不养活你，不养活你，不养活你，不养活你。老虎老虎别吃我，老虎老虎别吃我，卖不我买的好玩之力给你走啊。李先生，要回避着点，
我真不愿说，您知道吗？大嫂子她骂了我一顿。她是不是要是您为这个和她吵架，我就不说了。我不吵架，干起事。她为什么骂？那个红萝卜，事情说明了，以后我们，我要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请你告诉我，你的娘家为什么不要你了？啊？我一切都说了好不好？他是我的家庭教师，给我补习英文、算术。后来我跟他跑了出来，所以家里不准我再回去了。其实央告央告父母也没什么完不了的事儿，不过求情不干啊。婆母对我很好，我也不愿离开她、啊、没什么，我雇车回去了。别吵架。
接手。哎，别洒了啊！爸，喝水。哎，玲，玲儿呢？咱干妈抱走了。玲。啊？我说胡话来着没有？那天你还唱来着。妈哭了，西屋大婶也哭了。我去西屋玩，看见大婶擦眼泪，她还说她没哭。马奶奶呢？她天天来给爸抓药，那个老梆子。说什么呢，英？干妈尽管张伯伯叫老梆子，我当是老人全叫老梆子呢。哎，不准胡说。想吃点什么呀？面片啊，还是稀粥啊？不想吃。不吃哪成啊？年菜都给你留着呢，快起来，好好的吃一口啊。我不想吃。英。啊。改明你长大了，娶什么样的媳妇儿？娶个挺好看的，像西屋大婶那样好看，戴上大红花，自己敲的鼓咚不咚咚咚，美不美？大李，哎呀，谢谢您。没什么。好点了吧？嗯，好。我说吧，把家眷接来。这场病啊，多亏了他。你看，一来闹离婚，二来闹离婚，我看呐，到底还是结发夫妻呀。现在，嗯，毕了业，有什么打算呢？顶好上西洋留学。学什么呀？到了外国再说吧。也别说，近来对音乐很感兴趣，就研究音乐不坏。学音乐能挣多少钱呢？这艺术家有穷的也有阔的，没准儿。不如去学财政。财政？嗯，学财政也行啊。那么您一定送我去留洋了。我并没那么说。哎哎，那是所里的。老吴被撤差了，小赵还跟他玩命呢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啊？吴太急呀、啊、一天到晚嚷嚷着要纳妾。嗯，是吧？是。哎，为什么？是练太极练的呀。哦、啊、精力旺盛，无处发泄。无处发泄。再加上啊，方墩太太管束的太严。哎呦、啊，这一下可就糟了。哦，哦，哎，您哪说呀？咱们都知道，小赵说他有太太。嗯，可咱们谁见过他太太呀？哎啊，你见过？张先生，啊、张先生啊，你赶快回家去吧。干什么？偏真呐，让巡警给拿去了。啊？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天真是被人的害了，五花大绑给捆走，说是共产党。哎呦，哎呦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张大哥，张大哥，你这是我是张大哥，我打死你个小妖精！你是妖精，你是个妖精呢！我不信，我就是信，还有人让我，你不信，还真不让你一个老妖精！好不好？哎呀，冲我来就行！啊！
快点，快点，跟我走，别跟他们打了。哎呀，别打了！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快快快，跟表哥走。跟你说，告诉你，这个老家伙被撤差了。什么？他和西北风去。快跟表哥。我挡嘴。表妹走啊！哎呀，你打我干什么？表跟表哥走吧，表妹。表哥，鬼子手，你都卖我四回了。我跟吴先生跟定了啊！小刀，定了，定了。夫人，什么？带上，带上。小姐，看见了吧？不行，我他是我的。好啊，你个骗子手！我告诉你，还我人没事，没那么容易。撤你差那是小菜，不还我人，今天我赵大爷不打扁了你老东西！别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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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表姐，上，上！今天我替你出气，快！哎，哎，哎！老东西，哎呀，表姐上啊，表姐帮我忙，表姐，表姐上啊，对，表姐打的个老东西，哎呦哎，你怎么打我呀？哎呀，表姐，老吴好，小赵丢了人，老吴丢了官，两不饶啊。我对小赵说，得留情处且留情，同事之间嘛。哎，是。小赵还真不言语了，你们说怎么样啊？好好好，得留情处且留情，哎，你好，不错不错。邱先生，您看啊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联名聚宝，保天真一下呢？那个天真啊，张大哥的儿子啊，被侦缉队拿去了。他的儿子，哎，对啊，哎呦，这事您看怎么样？看看，对不起，没我。哎呀，这事儿真是不好办呐！啊，老李啊，你真是好文章啊！呱呱叫，您就签个字吧。叫我签字啊？啊，稍稍等一下。文章，是考虑考虑，这事好办。李先生劝我离婚，别听他胡咧咧。哎，可我也真受不了那小妖精。离婚是个办法，丈夫不讲情理，何必一定跟他呢？哎呦，说着容易，离了婚吃谁去啊？那也没关系嘛，叫他拿钱来，谁叫他对你不忠啊？他也得有啊。别闹别闹，当初他做军官的时候，钱来得容易去得快，进了财政所我是一把死拿，能把住一块是一块，一毛是一毛，可薪水有限，一共能有几个钱呐？哎，都是我命苦，谁叫我没儿子呢？没儿子到底堵不住男人的嘴。我知道邱先生也盼着有个儿子，可是他连对我皱下眉也不敢，好赖我还是个文学士，哼，嫌弃受不着。赵天波到里面跑着呢。汪老李，行啊，找人找到这儿来了。啊，我实在有急事。知道，你是拿着宝状各科里走啊，还真行，要当头等科员了，叫全衙门的人得沾风采。行啊，抖啊，你不用给我造谣。哎，好，我和所长没有什么关系，更无意当什么头等科员。我找你是为了求你办点事。求？您把这字收回去吧。您不会说小赵我办点事去？求什么话？说你的。还是那回事，就张天真，衙门里没一个人肯伸伸手，我是有心无力。先生，你怎么样？在这儿吧。我行了，不为天真，还不为张大哥，还不为你老李吗？可你得答应我件事儿。说吧。哎，
你真没谋老吴的缺吗？对天起誓，我没有。好，哎，我要给你运动运动，你干不干？没意思，没意思。好，咱对张家的事儿也没意思。吹，那我干呢，我赢就天真啊。行，我的办法和步骤你不必告诉我，我怎么干怎么好，只要你能够帮助张大哥。好，伙计结账。好嘞。行，事儿都交给我了。都交给你了，对于我牺牲也好，耍弄也好，可是对张大哥你只准帮忙，不准掏一点坏。我你行啊，老李。太子佳人天使喜，进来呼，引来孤王许多贫困呀。趁着这月色为民，趁着这月色为民，万军绕边黄无忌。唱什么呀，不见客人。有时间门庭冷落。好上庭，马奶奶。哎哎呦，马奶奶您看怎么样，行不行？感情好，忒好了。那好，我把它贴在门上，解解毒，驱驱邪。我也去。哎，好，来。灵儿，吃樱桃。我给马婶去。马婶吃。马奶奶给你。啊，哎呦，我不吃，给你妈拿去吧啊。哎。妈吃。驱五毒，五色线绑毛脚，铃子一年不被虫子咬。马婶，我也要绑。哎，等着啊。五色线搭拉路，恭喜恭喜，你荣升一级科员。哎，什么时候请客啊？我去作陪啊。压根的猪八戒掉进泔水桶里，得吃得喝嘛。你听说没有，张大哥要免职呢。嗯，你说生出这么一个儿子，真是。哎，邱先生交一句客人吧。李先生，给您。我上去看看人，你先办吧。你给来的蛤蟆骨头。哎，有点欢实。哎，这儿。给您钱。这个社会不是什么可靠的。喝点吧。什么？蛤蟆骨头去去心火。不喝。没什么，没什么关系。儿子没了，我还笨什么呀？给你喝呀、啊，喝吧。
天真，他不会有危险的。难说呀。张大哥，二妹妹又来了，八成是为了二兄弟的事儿。滚！让他滚！我什么也不管了。我去，我去。我姓张就完了。张大哥，我这是上辈子做的孽呀。我明天再来看。走啊。那边见吧。好。李先生，张大哥啊，就是跟您不发脾气，明儿您还来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哎，李先生，哎，李先生，哎，李先生，我无意中得罪人，请别计较。我约好老孙老吴吃顿便饭，一来是呢跟你贺喜，二来呢跟老吴谈谈，你可准去啊。老邱，你看咱们这么活着有意思没有？没意思。生命入了圈和野鸟入了笼一样没意思。年轻时我是个野驴，到了后来结了婚做了事，变成虽鬼刘华的皮驴，将来拉德胜门外大锅煮卖驴肉，我不会跳出圈外，谁也不能。我早看出来了，你比我硬，可也没硬多少，只是程度上的差别。其实啊，我们都是一个锅里的菜。算了，咱们谈点无聊的吧，无聊的话才开心。也就是跟你说呀，我太太一天到晚给我别扭着，哼，脾气了，我跟她离婚。娶谁也别娶女大学生，尽是丑八怪，还自居是女圣人。哼，你看着，我早晚跟他离婚。老邱是打定主意跟我过不去。我虽然可以独立自谋生路，可凭我这身份，叫人说不能拴住男人的心。有风儿，真受不了。哎，别往这儿弹呢，做头发就靠他了。啊，对不起。嗯。还挺黏的，哎，我才是活受呢。老吴把个小妖精放在家里不算，还老闹着要跟我离婚。跟他吵，你跟我不一样啊，我被文学士的身份约束着，不能走野蛮呢。你跟他吵，我做你后盾。嗯。妈，我要去干妈家。哎呦，张家出了那么大事儿，可去不得。去找马婶玩去啊。哎哎，真像电影明星。哎，是吗？我听见人家说。说什么？桃花江是美人窝，桃花千万朵，也比不上美人窝。不错不错，真不错。这个喷儿啊，可比原来给你梳的小辫儿又漂亮多了。老李呀、啊，要娶小老婆，至少得晚上五年。对。张大哥，请您。好，走。哎，小赵来了，他说
天真可以放出来，可得答应他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他要秀珍，要我的命。大丽，这是你出的主意，这是你给张大哥出的主意啊，把我的女儿给小张。老李，你让小赵怎么来着？我托他帮助营救天真，没让他干别的。我看你也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张大哥是急疯，所以相信小赵的话。哎，你，我说，你坐下，和老李商量个办法。我没办法了。我没办法了，我帮了人家一辈子的忙啊，到我出事儿了，别人看我的哈哈笑啊，要我的女儿，为什么不干脆要我的老命啊？我一辈子安分守己啊，我一辈子没跟人惹过气、啊、还是办事要紧。小赵说什么来着？他说天真不是共产党，是错拿的，他可以办法把他放出来。咱们自己就不能设法？既是拿错了，他就是不告诉我天真关在哪儿。非小赵不行，所以他提出条件。就是啊，他说这是你给他出的主意。我是求他来着，我是这么和他说好的。小鸟儿，就牺牲我老李，你叫啊，你叫啊，你叫一声，天真就没危险。没想到他又背了约，我还是太老实。不过现在要紧的，叫小赵把天真放出来。不给秀珍，他肯办吗？答应他。什么？什么？答应他，我绝不叫秀珍姑娘吃亏。现在甩了他，他会从中破坏，天真就不用想出来了。老李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啊，我一共有三所小房，任着小赵挑，我双手奉送，只求他能饶了秀珍。放心吧，我老李拿这条命也要把秀珍换回来。老李啊，你可不要为我们的事儿动凶啊，咱给他钱啊。给他钱，给他钱，你还有一家老小呢，可不能为我们啊。小赵，说句痛快话，假如张大哥给你钱，你能不能饶了他女儿？什么饶了，饶了他？该打。不过还能给多少钱？一所房子。哎呀，放个要饭就吃一所小房。可天真是错拿的，有错拿没错放的，随张大哥便。我正在城楼观山呐景。他有多少？他一共三所小房，一生的心血。哎呀，给我两所好了。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只要他一所，我另外再给你点钱，怎么样？多少？我只能拿200，200之外再叫我下一跪也可以。250行不行？行，就这样。
写下来。哦，这点屁事儿还用写呀？写。哎，好好好好。用不用按斗去啊？签上字。行啊，银行里放着钱，老李，资本家。早知道多花你几个。老虎，老虎，别吃我！我都打听明白了，要不是你们老李呀，我们老吴丢不了官。老虎，老虎，别吃我！这还不算呢，他还把自个儿的缺留着，拿着双份薪水呢。玩去吧啊！不信，他前者给了小赵250，哪儿来的？我不知道啊。哎呦，你怎么能够知道啊，我的傻妹妹？小赵一五一十的全跟我说了。怎么老李要买张大哥的房子？怎么鼓捣吴先生跟我闹离婚？怎么借此吓唬你老李好买个妾？这都是老李。我跟他呀不能够善罢甘休，不把他的事儿闹掉了底儿，我算白活。吴爷，吴爷，吴爷，您不看别的还看两个孩子，您把他的事儿弄掉了，我们吃谁去啊？您等着，我逼给您出气。咱们都把话说开了，你升个官瞒着我，挣了钱贴外边，整天撺掇别人离婚，你安的什么心呢？哎哎，好你个死鱼，不张嘴的！哎，你让爹们替我一个人闹！哎呦！我带英出去。英走。弟儿，我可以叫你弟儿吗？小春梅，随便。那我再叫一声弟儿。天真几时能回来啊？啊，快了，我已经给说妥了，公事总不能十分快，他也太大意了，是不是？为人嘛，总该谨慎一点。就说我吧，弟儿，我自幼没人管，可我既没堕落，也没给人陷害我的机会。当然了，吃苦是免不了的。咱俩自然是摩登的，可家庭又是旧式的，这就得想法。该浪漫的就得浪漫，该谨慎的也得谨慎。啊，比方说咱俩这点罗曼子吧，就不一定先让你们家知道啊，不是时候吗？就像你求学时期何必穿高跟鞋呢？你不穿我一看也能明白你有尺寸有见识，是不是？嗯，我能不能再去见哥哥一次呢？嗯，上咱们去已经招他们不愿意了，再去不太合适。嗨，反正他也快出来了，我想给他送点口香糖去。对对对对，不过再添筐水果，这事叫我办了。那我回学校了。不忙，再玩会儿吧，车都备好了，是跟公园董事会借的。知道，我让车停在学校胡同口，别叫同学和先生看见啊。你真机灵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弟儿。哎，您又上哪儿？
我出去住两天，等他不犯病了我再回来。这才瞎闹呢，为了我你也别走。怎么？马友信来说快回来了，一定得吵。为什么？他一定带回那个女的来。信上说的？不是。你您怎么知道的？我心里觉出来的，他必把他带回来，还不得吵。那我不走好了，我专等跟谁打一通呢。您不用怕。我有什么怕的？不过院里有个男的，或者不至于由着马的性子反。他很能闹事。秀珍回来了，今天她的眼睛神气我都看明白了，姑娘们等着出阁是一个样，她私下闹事又一个样，我看得出来。秀珍这小丫头是我抱她长大的，可现在怎么样？她说她和小赵，和小赵怎么着？一块儿出去过不止一次。不止？没别的事儿？那还没有。你也快，秀珍能斗得过小赵？我吃了张大哥20多年，我得报答报答他。等着我揍小赵。这路雨妈快点。哎，这还漏呢？怎么没天乱了？我找去。我打着，给我打伞吗？我打伞，我要打着伞。行，别闹了啊！拿来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！哎，床这都漏了，你们别闹了。天真回来了，天真回来了。是吗？啊，张大哥叫我告诉你啊。哎，张大哥，我给您道喜来了。您那阵儿可够瞧的哈。也没什么，二兄弟了。他出来倒是出来了，可不能再行医了。巡警对他，倒没多大管，可病人。不来呀、啊，他干脆不来呀、啊。
这眼瞧着不就挨饿了吗？大哥，您不是官复原职了吗？您好歹给他张了个事儿做。二妹妹别着急啊，咱有办法。有人呐，这有事儿啊。赵先生，干嘛？我们秀姑娘叫您明儿后半晌到陶然亭去一趟，有要紧事儿跟您说。明天啊，不是张大哥请客吗？不，他不成乱乎劲儿出不来呀。啊，知道了啊。干嘛？哎，你看那个赏钱呢。啊。走吧。张大哥，实在该我们请客，结果又骗了你。孙先生，谁叫你是张大哥呢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听说老兄天罡大震，啊，又在外边讨了方小。哎，邱太太能答应吗？走，孙点，吃西瓜，吃西瓜。我刚从老婆那来，他现在穷得要命，很想把胖太太赶走，节省点粮食啊。十三妹还好，一心跟着老吴，就是有一样毛病。什么呀？感情他吃白面啊。哦啊，什么吃白面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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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，别愣着呀，动手动手，吃西瓜，来来来，瓜子瓜子瓜子啊！来一块，来一块。哎，小赵和老李怎么没来？哎，不要再提老李了。这个老李是不会再来的了。昨天我问他，我说你给张大哥送点什么礼呀？是啊。你猜他说什么？啊啊，我不送。哦，他说的，狂，狂得厉害。嗯哎，小赵可是说好了要来的呀。是啊。李先生，我跟你道歉来了。小赵一死，事情就清楚了。吴太太，坐坐坐。哎哎，还有啊，我们老吴又找到事儿了。哦，他托人情进了教育局。他虽是军队出身，可现在很认识些字儿了。哎，啊，对了，还有人托他写扇面呢。怎么，你不离婚了？哎呦，说着容易，离了婚吃谁去呀？哎，反正我也想开了，做不是混呗，何必呢？哎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就是那小妖精给打的，自然我也没饶了他，他不是我的个儿。李先生，我来问你点事儿。我们老邱新弄那个人在哪儿住啊？我不知道啊。邱太太您坐。你们男人都不说实话，告诉我吧，不要紧的。我也想开了，唉，大家混吧，不必较真儿了，不必了。怎么，你也不离婚了？李先生，您别让我回张家。张大哥一盘我，我非说不可，非说不可。谁说让你回张家？没用，你就住这儿吧。哎，啊，这是我的。看这两个小朋友啊，呆头呆脑的，看来啊，中国还是没多大希望。耶。
吃完这块再吃啊。哎，你们这是甭废话，打盆洗脸水去。哎呀，走回咱们屋去。李先生，你可别计较他，他就是这么疯疯癫癫的。妈，这屋凉快，就在这屋待着吧。这是李先生的屋子，走上咱们屋去吧。走。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我把房租给李先生了呢。啊，哎呦，不是，哎，干什么呀你？哎，你我拿我的东西。嗨，什么事儿这是？哎呀，走，看谁呀？他不是谁。妈，您听我说呀，您甭废话，照直说吧，你是要秘书还是要你妈？妈，您怎么这样？这两回事，您妈。刘三，你要帮不了马正脸，听信了吗？马婶，你说什么？马婶，马婶，好，我懂。这种腐败的家庭，我一刻也不能停留。张大哥，哎呀，张院长，张院长，我说，老李那家伙辞职了，辞职？哎，是不是另有高就？已经带着全家回乡下去了。奇怪，丁二也跟着去了。这丁二是谁啊？一个废物。不过老李呀，实在太可惜了，莫名其妙。哎呀，今天这夏天可真热啊！张院长啊，您早，一早我就离不开扇子了。哎呀，老三，怎么样？昨天变异坊怎么样？哎呀，吃不来，吃不来。台词啊，燕春元好，你是看上那位女招待了，小美妞，小美妞。